家好。哇，今日间房好冻啊，个个都仲着住件褛。今日咧我好荣幸，点解咁讲咧？因为哇，我哋中文部唯一嗰两位牧师都喺度。以我嘅推测咧，只有两个可能性嘅。第一个可能性咧就系咧，佢哋唔中意啊边个长老啊？今日讲徐志雄长老，佢哋可能唔中意徐志雄长老讲道，所以落嚟。但系呢个可能性好低，因为徐志雄长老系一个实力派噶，系咪？咁应该系第二个可能性，因为年尾啦，大考啦，佢要落嚟睇下我讲成点样，系咪啊？以往讲咁多次都成日有好多错漏百出，系嘛？上网就睇到，咁今次要评分啊，评分啊，系时候啦，12月啦 ，OK， 咁啊，好高兴啊，希望啊两位牧师都能够即系俾多啲 feedback 我啊。哇，11月、12月其实系最开心嘅时候，点解咁讲咧？唔系灵异上嘅开心系嘛，而系啊买嘢消费娱乐系嘛，假期嘅开心系嘛。我哋 Thanksgiving 有冇人买嘢啊？呢个 Thanksgiving 有啊，系嘛？冇有冇？一定有啦，系咪啊？啲电视哇，一年平过一年，好夸张系咪啊？旧年一年前买嘅电视，今年可能系平300-400元嘅系嘛？嗰啲 memory disk drive 啊 ，disk space 嗰啲 external disk drive 嗰啲先至够平系嘛？8 terabyte 依家讲紧，即系100-零元。誇張到不得了，係嘛？嚇咁啦，係啦，11月尾 Thanksgiving 放假，跟住聖誕節又就嚟到啦，係咪啊？咁即係梗係講下聖誕節噶啦，講下耶穌基督與聖誕節係嘛？咁聖誕節，大家聖誕節對你嚟講有咩意思咧？聖誕節放假買嘢食嘢，一啲去加拿大係嘛？一啲人翻香港。一啲人去 New York 系咪啊？放假放假系啊，可以周围去系嘛？有人话咧，人生咧有3个 stage， 第一个 stage 咧就系咧你好中意圣诞老人，第二个 stage 咧你唔中意圣诞老人，跟住第三个 stage 咧你就变咗圣诞老人，因为你成日要交换礼物啊嘛。我昨天呢才至发觉呢，哇，我们一大沓信就是有些朋友寄来的，有些圣诞卡呢，通常有小路的朋友呢就成日寄来寄去，寄了寄了7-8年，大家好像一个 duty 咁样就要寄了，没感觉但是都要寄一大沓。 Jenny 呢就成日催我，喂，你快点跟你的仔女影相啦，我都要寄。我成日跟他讲，哇，不如今年停一年啦，如果你停寄一年的话呢，他们下年不会寄给我们的。大家可以悭翻啲钱系嘛，对地球又环保一啲系嘛，真系哇好多嘢做。圣诞节除咗寄圣诞卡之外，买礼物啊、交换礼物啊、party， 我哋好多嘢做。咁我哋即系睇下圣诞节个 real meaning 系咩咧？有阵时圣诞节嘅灯饰咧代替咗我哋吓圣经里边讲嗰啲 shooting star 啊，嗰啲星星系嘛？圣经里边嘅 angel 咧就俾吓我哋嗰啲 flying 嘅 reindeer 代替咗系嘛？而我哋吓、啊、平时啊，记唔记得有3个 wise man 嗰啲礼物啊？圣经里边讲过，就俾我哋平时交换礼物嗰啲事情代替咗。但系最失望嘅就系咩啊？我哋嘅耶稣基督就有阵时俾圣诞老人代替咗，系咪？咁睇下下一节先。咦，我个嘢去咗边啊？喺度。咁我今日有3点啦，想同大家分享3点。但系头嗰2点咧，想同大家 clarify 一啲嘢。第3点咧系最重点。OK， 第1点就系佢嘅出生日期 ，his birthday。边一日系佢嘅 birthday？ 吓、啊？3月几？咦，变咗3月几嘅？咁咪差唔多复活节。边一日系佢嘅 birthday 咧？系啊。是不是12月25日呢？不是，那是哪一天？不知道，有些人说3月，有些人说不知
唔知嗰啲可能醒目啲喎。有幾個有幾個有幾個有幾樣嘢有即係你上網都好容易揾到有幾個講法係嘛？咁冬至啦係嘛？咁咧以前咧奧古斯丁係嘛？他以前講過咧，因此他出生在我們世間最短嘅那一日，最短嘅那一日係邊一日啊？其實冬至係嘛？差唔多 Christmas 嗰段時間，你記唔記得過 Christmas 之後咧就好多 daylight 噶啦，放工越嚟越多太陽噶，記唔記得？四點跟住四點半仲有太陽，跟住五點開始仲有太陽，一路所以好開心啊！你過完聖誕節之後就有太陽啦。點解佢咁樣講咧？就係因為咧以前啊，聖經裏面有講過係咪啊？耶穌係公義嘅太陽，世上嘅光。咁所以咧，以前嘅人咧就將10月25號最短嗰一日咧，就列為佢生日嗰日。由嗰日開始咧，就開始越嚟越多太陽。呢個係一個講法。其中一個講法咧，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太陽神嘅生日啦。好似禮拜五我哋牧師有講嘅係咪？嗰啲係太陽神嘅生日有幾樣嘢 ？OK。以前咧嘅羅馬嘅主教咧叫利比諾下令咧，所有人都要喺10月25號嗰度慶祝。點解咧？因為嗰陣時羅馬嘅君王咧Constantine 係嘛，將全國變咗做國教，基督教變咗國教係嘛，即係 force 嗰啲人要做基督徒係嘛。咁咧原本咧羅馬人咧喺25號嗰日咧有一個叫做咩啊？是異教嚟嘅，叫做太陽神，係咪？敬拜太陽神，太陽神嘅生日又係因為頭先所講啦，最短嘅日子由嗰日開始就越嚟越長，所以咧嗰日咧就好開心，啲人慶祝啊，有 Christmas tree 啊，有 lighting 啊，交換禮物啦，嗰啲咁嘅習俗係咪？咁後來咧早期嘅教會咧就將呢樣嘢混雜埋一齊啦，咁希望咧以嗰这个机会呢可以将基督教的福音传出去，是吧？将多些异教的人回来。但是呢其实呢不是太好的，是吧？为什么我们将耶稣出世的将跟一个异教的那个节日连在一起呢？就是说人家不知道你哪一天出世，但是将你放在盂兰节那里，是吧？你开不开心呢？不是很开心，是吧？硬来的 ,OK?咁十二月底降生有冇可能呢？都有可能系嘛？睇下佢冻唔冻啦。好似我哋喺度咁就大镬啦，已经落咗场雪啦，系嘛？哇！嗰场雪真系惨，我个 snowblower 坏咗，第二日即刻要买个新嘅 snowblower。咁聖經裏面講啦，耶穌降生嘅那夜咧，有咩群羊喺野地裏面看守羊群喎，有牧羊人係嘛？會唔會有呢個可能性啊？十二月睇翻地理嚟講咧，伯利恒嗰度咧嗰啲地方咧，其實係好凍嘅喎。呢個節日我有 search 過嚇，同埋佢喺山區嘅地方嚟嘅嚇，唔係即係 close to sea level， 有冇可能咧？有冇呢個可能咧？哇，大佬十二月，我谂佢哋十月已经收咗档啦，系咪啊？十月已经入晒去嗰啲室内啦，系嘛？十月底咧，天气好寒冷嘅，又落雪嘅，唔系落雨，原来嗰度落好多雨嘅嗰段时间，依家都仲系嗰度好多雨，冇咩个可能性啊！十二月系嘛？咁睇翻之后，咁哇，啲人点解我哋啲地球人将耶稣摆去12月25號咧吓？咁另外啲講法啦，佢哋又用計翻呢個叫咩？施洗約翰，施洗約翰，你知唔知喺耶穌出世之前6個月出世噶？咁佢哋 trace 翻施洗約翰邊一日出世咧？你可以 trace 翻就耶穌點樣出世啦，係咪？咁另外一個方法咧，又話睇啲星座啊，點樣 line up 曬所有嘢啊？睇星座嗰個人咧就話咧9月份應該喺9月出世，咁有好多理論，有啲人話9月，有啲人話3月，有啲人話6月係嘛？咁所以其實聖經一啲都冇講啊 ，OK？ 聖經一啲都冇講，所以我哋唔好虛構一啲日子啊。三個博士喎，有聖經有冇講三個博士啊？冇，咁點解教會叫我哋廣東組幫手做三個博士？我都想同佢哋講下廣東組。过去了叫我们找三个博士，
我而家揾咗两个，得我同 Raymond。点解我要揾多个博士啊 ？By the way， 要我同有冇讲三个博士啊？冇啊，讲几个博士啫嘛，系咪啊？几个博士，跟住，但系有三份礼物，系咪啊？瑞士糖、金沙同埋咩啊？一个腐乳。咁可以一个人送三份礼物嘅啫，系咪啊？又可以十个人送三份礼物，系嘛？咁啲地球人咧又将即系三份礼物咧就变咗三个博士，系咪啊？咁又错咗啦，我哋啲地球人系嘛？好多错漏，系咪啊？仲有另一样嘢睇唔睇得出？进了房子喎，二章十一节，进了房子喎。耶稣喺边度出世噶？马槽啊嘛，系嘛？唔系一间房嚟噶嘛？即系话咩啊？即是说博士很久之后才去见到耶稣，不是真的在马槽，像我们看相片有个 BB， 跟着有三个人站在那里，然后送礼物给他，是吧？没讲的这些东西，是吧？我们全部都错了这些 影像，所以我不知道下个礼拜怎样做这个剧继续错下去，啊，很有趣，啊，是吧？他的生日错的，圣经里面没讲过的，圣经冇讲过啲嘢，其实唔重要。OK， 咁有冇讲耶稣个样系点嘅？有边个啊？有你话有？你有错啦！二错喺边度？系。你有识唔识一幅相？冇搞错啊！我冇搞错啊！蒙赖晒个。这个是谁？这幅画是谁画的？哇，这个是世纪画来的，知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11月那时候4亿5千万美金啊，这幅东西450 million 啊，卖了，卖了给中东佬，在 New York 那里拍卖。OK， 这个叫救世主，不是蒙罗丽莎。救世主是谁画的？ Da Vinci 是吧？达文西，很犀利啊，他，大家 Google 一下。哇，2005年原来在 New Orleans 那里拍卖会用$10,000买了。你说2005年，你说什么？12年前了，你用$10,000买了。跟着发觉呢，原来有一嚿。佢個面咧有好多層嘅嘢喺度，即係你睇唔出佢係真定假，好混亂，所以啲人唔知道嗰張係真嘢。跟住後來佢哋嗰個賣咗俾嗰個收購嗰個財團咧，用咗好多年幾年嘅時間，將面層嗰樣嘢攞走去咧，跟住發現原來哇，堅嘢嚟喎，係呢張嘢嚟喎。跟住又經過好多考察咧，原來好多嘢喎，又睇下。Da Vinci 以前怎样画手啊，画那嚿嘢咩意思啊，所有嘢又比较佢啲 notebook 啊，所有嘢发觉原来一个系真嘢嚟噶。跟住2013年嗰阵时咧，用$7,500,000卖咗出去。2013年，哇，由10,000去到7,000+，仲劲过 Bitcoin 系嘛 ？Bitcoin 一月份$1,000就值系嘛？上一排 hit 到$19,000系嘛？一年之内。这个仲劲过 Bitcoin 啊！跟住啊，之后用 12 几多啊？1,200,000啊，卖咗出去$127,000。跟住最后用咗450啊嘛，11月，好犀利，好震撼，冇人知道啊！蒙罗丽莎真系唱一唱张国荣嗰首歌啦，问问蒙罗丽莎，系啊呢张嘢啦，就系。11月15日，哇，好犀利！佢左边嗰个球咧系代表世界，左边个波，大家翻去睇下啦。嗱，咁有好多人画咗耶稣唔同嘅形象啊，圣经冇讲过耶稣系白人定黑人，有冇讲过？有冇讲过佢长头发、有胡须、鼻高或者双眼皮或者单眼皮啊？冇讲过系咪啊？但系好多人咧用唔同嘅形象啊意识去画翻耶稣个样子出嚟啊嘛。
唔知点解咧，金头发嘅耶稣细个，呢个叫 Baby Jesus 系嘛？好多人将佢画到金头发嘅，哇，画到好靓。嗰啲系欧洲人画嘅画。嗱，最搞笑咧就系呢度啦，睇你边个国家啦。唔同个国家咧，对于啊 Baby Jesus 有唔同嘅睇法嘅 ，OK？ 但系完全圣经冇讲过系咪啊？耶稣点嘅样啊？有冇？有冇讲佢嘅发色啊？长头发、短头发冇啊？肤色又冇？有冇胡须啊？咦，胡须冇 question mark？ 眼睛嘅颜色又冇啦？我睇个幅嘅蓝色蓝眼嘅，身高啊、体重啊、英俊啊、肌肉发达啊，乜都冇系咪啊？冇乜点讲耶稣噶，其实佢样子又系唔重要嘅，出生日期唔重要，冇讲过。佢嘅样唔重要，冇讲过。你谂下，头先嗰$450 million 嘅幅画系咪全世界最贵嘅 A4 画？点解为 A4 咧？耶稣唔系咁嘅样噶嘛？系咪？你话系咪 A4 嘅？全世界最贵嘅 A4 就系嗰幅画。你谂下，如果耶稣喺天上边睇紧我哋地球人做嘅嘢，真系好无知啊！咁第三点咧，我想 focus 喺第三点最重点。其实圣诞节对我哋有咩意义咧？圣诞节对我哋有咩意义？好盼望，不如睇下佢嘅身份好冇？呢样嘢有讲啦，呢样嘢我哋嘅圣经有讲。OK， 咁讲佢嘅身份咧，我想咧翻翻去咧腓立比书呢一度，我觉得呢个就最精要，差唔多成个救恩起晒喺度。OK， 不如大家一齐读好冇？看到的一起读好吗？我们大家一起读，二至五节开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奉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是不是很 complete 啊？很完全。我们圣诞节就要讲这些 ，OK？ 你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即是为什么？拿了耶稣基督的心放在你的心里，可能不是这样的意思。英文可能容易一点，英文不是用心，它是用个 mind， 是不是？这个意念，即是耶稣基督的意念。咁咧，箴言嗰度有讲过系嘛？我哋要保守我哋嘅心，因为咧胜过保守一切。点解咧？因为一生嘅果效都由心嗰度出嚟。即系你做啲咩嘢咧，全部都同你啲行为咧，全部都由心嗰度出嚟。你嘅意思啊、意念同行为一定要合一。咁我哋嘅心同埋我哋意念咧，其实决定咗我哋嘅人生观、我哋嘅价值观同埋我哋嘅侍奉观。我哋嘅 priority 喺边度 ？OK， 意念要有基督嘅意念 ，OK， 即系话咩？即系要明白，有基督嘅意念，噔噔噔噔，timing 好好啊！有基督嘅意念 ，OK， 即系点解？即系要明白神嘅心意，明白神嘅心意，即系要好长时间 ，OK。又啱喎，系咪牧师揿掣噶？我讲啱咗，牧师有揿掣。系好 motivate 啊！咁咧，心意即系要合神做合神心意嘅事，同埋认识神，即系要好长时间，唔系话短暂。我哋真系信咗就能够明白。OK。咁登山宝训嗰八福其实最好咯，我哋要有虚心系嘛，哀恸嘅心、温柔嘅心、公义嘅心系嘛，怜悯嘅心、清心、使人和睦嘅心同埋受逼迫嘅心。
咁咧，但系咧，腓立比书呢度咧就系 focus 两样嘢，就系谦卑嘅心同埋顺服嘅心。点解咧？因为腓立比书呢度咧头嗰一至四节同埋前第一章系讲紧腓立比教会入边嘅人，佢哋有神嘅恩赐，但系佢哋冇呢个谦卑同埋顺服嘅心，里边有好多结党啊、纷争啊，所以阿保罗想用呢一六节咧去解释翻，我哋要好似基督咁样，要谦卑同埋顺服。OK， 第五节呢个系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即系咩咧？即系话咩啊？佢系神咯，过去、现在、将来，佢都系神，永远唔变嘅。佢系神嘅形象 ，OK， 永远唔变嘅。耶稣自己都有讲系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还没有阿伯拉罕就有我啦，系咪？即系我自有永有嘅，自有永有嘅耶稣 ，OK。形象点解咧？形象咧，我用翻英文一个 morph， 好似咧一个蝴蝶咧，即系蚕茧嗰啲叫咩啊？蝴蝶之前嗰啲叫咩啊？蚕茧啊，系嘛？变蚕茧啊，变咗做蝴蝶咧，嗰个阶段咧叫 morph。但系咧，佢两样嘢都系蝴蝶嚟嘅，都有佢个特性属性嘅。即系话咩咧？佢有神嘅形象咧，唔单止外表，即系咁样，系而且佢系讲紧里边嘅属性啊嘛。有神嘅形象，有神嘅同质，同神一样啦，同神嘅尊贵一模一样，同神嘅权力、权能，同埋同神嘅荣耀，全部系一模一样，有齐晒神所有嘅属性。OK， 但系虽然佢有晒神所有嘅属性，佢将自己的主权放低，交给神。特别是下一节所讲的，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反倒虚己即是什么意思？虚己即是反倒虚己即是什么？他放低自己的荣耀，但是没有放低到自己的属性。OK， 不是说属性，他放低他的荣耀，将天父举起升高，但是降低自己，降低自己就证明了他什么？道成肉身的意思，是不是变了人，成为人的样式。那他成了人之后的样式，他又跟神一，他不是跟人一模一样，是不是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耶稣基督会经历肚饿，是不是圣经有讲过，是不是经历他有喊过，是不是引诱啊，被人欺负啊，身体受伤啊，有感觉有感情的。 OK， 即是说耶稣基督虽然他有神的位格和属性，他变成人 会经历人的痛苦，人的引诱，但是他都能够做得到一个完全人。他最特别的跟人有什么分别啊？是的，他没有罪，是吗？他没有罪。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有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顺服神到彻底到完全。OK， 十字架嘅惩罚系咩啊？最羞耻噶啦嘅处死嘅方式噶啦，大家唔需要再 elaborate。OK， 十字架，佢降低到自己去到一个地位，能够去到死啊，为罪人而死啊。自己卑微的程度有多少呢？其实就存在我们顺服的程度有多少，即是想讲卑微和顺服。我们要有卑微才能够顺服，顺服的嘛，是不是？卑微即是什么呢？不是说人家叫你做事帮手，你说不得的，我未够了，不得的，我要做读多些圣经，做多些事我才能够帮手。不是这样，卑微即是什么？卑微即是放低你自己的骄傲，是吧？放低你自己骄傲，先至能够顺服神。好难啊！有阵时我哋传福音咧，传一个好简单嘅福音啊。我哋话你信就得噶啦，咩咩系嘛？当然系啦，你信就得啦。但系我哋如果再传一个更加 complete 嘅福音，就系话哇，你做基督徒其实有苦难噶，唔系一切顺利噶。你要卑微，你要顺服，你要做耶稣基督一模一样，八八八八八八福圣灵果子。你估仲多唔多人信呢？你有行为去印证你的信念，是吧？还多不多人信呢？是吧？
喂，有時傳福音可能要傳一個更加 complete 完全嘅福音，係咪？唔係拉咗人嚟話啊，你信啦，信啦，得噶啦。跟住嗰個人消失咗啦，幾個月之後。我哋好似耶穌基督咁，係卑微同埋順服。咁可能咧，你睇到一個好屬靈嘅人，越屬靈嘅人咧，就嚇、啊、就越將自己嘅價值擺低，係咪？你会发觉越谦卑熟练的人，他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意思，就将自己的、价值、啊、更加摆低，更加卑微去侍奉主、okay?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好得意啊，因为他放低自己，放弃自己，卑微降低，反而神将他升高、啊。我成日细个嗰阵时咧，我个女同我个仔细个嗰阵时咧，我个女咧好锡我个细我个仔嘅。依家当然唔会啦，打交啦依家。咁我发觉咧，我个女好鬼乖，好卑微嘅，佢成日即系好让我个仔啊，啊弟弟你想点啊？我俾嘢你食啦，点样帮佢啊？弟弟打佢咧，佢都唔还手嘅嗰阵时啊，即系做好锡个我个仔嘅。跟住你睇到呢啲景況咧，你睇到佢好卑微，好咩咧？你更加好想獎賞我個女係咪？哇！真係抵錫啦！你點可以咁樣咁啊咁蝕底嘅？你點解你咁蝕底嘅？我更加獎賞你係咪？你俾你同佢分享啲食物，我更加俾翻多啲你係咪？即係咁嘅意思係咪？神要我哋卑微，好似耶穌基督咁樣，神就會升高我哋係嘛？先卑微後升高 ，OK？同呢个世界完全相反嗰啲嘢，系咪？我哋要升高，系咪？我哋要追求高位，系咪？斗，但系唔系神嘅旨意系另外一样嘢。基督嘅道路系唔同，我哋要卑微先，跟住先升高。叫跟住最后咩啊？叫一切天上嘅，天上即系咩啊？使者啦，地上嘅即系你同我啦，同埋地下死咗嗰啲人嗰啲灵魂，吓、啊。冇一个啊，唔跪低喺耶稣面前系嘛？冇一个唔喺耶稣面前跪低，你话几犀利？呢、这、一个就系圣诞啦，呢、这个就系圣诞嘅意思系嘛？最后系咩啊？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系嘛？即系话咩啊？道成肉身之后，即系耶稣出咗世，叫耶稣。但系当耶稣吓。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咗之后咧，父神叫佢咩啊？改咗名叫咩啊？叫主啊 ，Lord， 哇，好犀利系嘛？叫做主啊，叫我哋所有人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 ，OK， 同父神系同等嘅，一模一样嘅 ，OK。咁好得意啊！你有冇发觉咧？所有嘅宗教咧，都系我哋去揾嗰个神嘅。我哋要有啲 Jesus 啊，或者我哋要追求揾嗰个神。但好得意啊！但系基督教咧，系神嚟揾我哋，神降生世界嚟揾我哋，神要 approach 我哋，想我哋接近佢哋，同其他嘅宗教唔同。呢、这个耶稣嘅故事就系咁嘅意思。佢嚟降生呢个世界，嚟揾我哋，嚟亲近我哋，想我哋认识佢。他的生日不重要，没说过，大家不需要怪怪怀12月25号，但你9月份去 send 圣诞卡给人，和3月份 send 圣诞卡给人，人家觉得你很怪。他的身份最重要，耶稣基督就是圣诞节的礼物。那对于非基督徒来说什么呢？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对你的邀请，你听到这个故事，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邀请。但如果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想是教导我们要卑微和存这个顺服的心。我今天就是讲到这里。大家听得明白我听不到有叮叮声，所以很失望。好失望，我 expect 最尾有叮一下噶嘛。
咁好啦，多谢大家嚟啦。咁我做埋宣布啦，系咪？大家好，欢迎你哋嚟 CGCM 今日嚟广东团契。今日有一个新人喎，吓系个 Tony， 系喺 North Carolina 嚟嘅 Tony。我谂有少部分嘅人 ，Tony 请起身啦。佢系阿 Candy 啊，阿 Candy 同埋阿 Jackie 嘅老拍档系咪啊？识咗好多年噶啦，唔知四十年定五十年啦。但系佢哋都咁青春嘅，唔知点解都冇变过。咁我哋落亲喺 North Carolina 咧，都 stay 喺阿 Tony 嗰度，系啊，好好。哦，仲有啊，你介绍佢 ，Carol， 你好 ，Carol。咁介紹你要講俾佢住喺邊啊？邊度嚟啊？幾多歲啊？咩？哦 ，family 係十零廿歲 ，OK。我哋需要young啲嘅人，你帶多啲十零廿歲嘅嚟啦。family 係咪好近喎？咁你係咪第一次嚟呢度啊？哦，佢講廣東話嘅係嘛？哦，好好好，你點樣識佢噶？哦 ，customer 喎。好好好，正錯，多謝你，歡迎你，歡迎你。仲有冇新人咧？冇喎，冇乜新人啦。咁好啦，咁我做宣佈啦。10月23日，下個禮拜六係咪啊？我哋咧，我哋教會咧有一個叫做啊聖誕平安慶祝會啊，7:30開始。OK， 我頭先都有講過啦，係咪啊？我需要多一個博士，咁一陣間我去揾博士啊。OK。10月23日啊，請早到啊，7:30 ，OK， 帶多啲朋友嚟，希望 Tony 落咗去啦，到唔到啦？啊，希望你朋友嚟到啦 ，Carol。咁 Newscam 嗰啲，我諗啊，大家我諗報咗名嘅就報咗名噶啦，未報名我諗你哋都係唔去噶啦。全家福啊，成日都話截止截止，都仲有得影喎。都是同一间房間，快啲去拍下啦！我谂影相嗰人好闷啊，佢坐咗喺度，都冇人去揾佢。你哋快啲去揾下佢啦！你两个去咗未啊？影咗啦。你影咗未啊？得啦，我 Photoshop 得噶啦。你叫佢嚟影啦，你叫我嗰啲嚟影啦。OK。啊，咁快啲啦，今日去拍啦。如果唔系，我唔知佢几时截止啊。冇截止噶呢啲嘢。咁我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多谢大家。我将时间交俾牧师。好，我哋可能下个礼拜先要报告喺12月31日，我哋而家咧有一个跨年祈祷会吓，所以预先话俾大家知，即系晚上10:00嚟祈祷，为到新嘅一年，为到自己，为到教会祈祷吓。咁呢个系好事嚟嘅吓。那个不是 countdown， 你可以到时呢你可以一路祈祷第二朝5:00的，所以咁啊，所以按照当时嘅大家的感动，但我哋会联合一起，所以由英文啊、广东话，所以一起混合的，所以我哋唱的歌咧，大家各种语言一起去方言一起唱啊，同一样的诗歌，但系又已经翻译不同的语言吓。咁我哋希望我哋一起能够。在神面前呢，为到新的一年2018年不知发生什么事，是吧？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都一同的仰望，为到我们各个需要弟兄姊妹的需要，希望我们同心祈祷，咁预告啦，预告，咁我们一起起身，我们来唱三一颂，好吗？按错了好像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是
真神是唯一的神，活神，以致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不再为到我们的罪恶，我们可以妥协，我们可以靠着你得胜罪恶，更加从里面得着自由。主啊，这个是最大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重新可以在你的里面去重新过一个新的生活。知道我们还在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继续去为到很多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为到我们的生活很多的习惯，我们需要重新的调整。求主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常常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这个整个人生里面，我们寻找到，我们知道我们为了什么而活，为到什么而生活，不是为了单单我们看见的每日的生活，我们去奔波，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为了你，也都活着为了你宝贵的好消息。今天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那位君王，再来的君王，我们期待着你回来。而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去更尽心的去亲近你，以致我们摸到你的心意，摸到你的心肠，在很多的决定，很多的事情当中，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心思，而是主你自己的心思，以致我们经历到一个从你而来真实的一种生命。主，我们再一次为到这个来紧的礼拜，我们交托给你，愿主你使用我们。当我们按照你的意思体会你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周遭的人的需要，使用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很微小的，但是主你的大大的充满我们，用你的爱，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对周围的世界每个人，我们带来真是一个美好的影响。愿主你继续使用我们，愿主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默祷之后就散会。